首先我们反过来，这背面的螺丝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，还有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先把这10颗螺丝给拆出来。把这边盖先取出来，然后再把这个线拔掉。因为正常我们这边有 GPS 的话，黄色的对着黄色插头，然后再把这边这有4条线，然后把4条线全点掉。再把落体把它点掉，然后再把这墙壁，我们这边这个角落这里，拔一下，拔一个切口，然后拿出来，然后在更换的情况下再把它再装进去。那装好。然后这里面有两条粗的线，然后两条粗的线是电机线，细的这两条是灯线，然后我们再电就是白色正极、红色正极，然后接收把上里面有一个 M 加 ，M 加是对一下红色这个正极，然后再 M 减负极。这样子就完成了，然后就把盖子合起来，小心装起来就 OK。